张智霖呢日就出席电影《家有喜事2020》嘅首映礼，同老婆袁咏仪相隔18年，早前就喺内地嘅综艺节目度再做对手戏，感觉系点呢？其实一个好严肃嘅气氛，但佢成日喺度笑，我都冇办法。可能系因为大家即系太熟悉啦吓，咁啊一齐生活，咁诶突然间要去演戏咧，系会唔系好习惯嘅，即系平时你唔会讲嗰啲嘢啊，唔会嗰啲神态动作啊，所以都会觉得好奇怪咯，可能啊。新年就快到啦，将会全家去北海道滑雪嘅 Chillam 就扬言话要挑战仔仔魔童。咁今次呢个农历年嘅假期咧，自己亦都会再挑战呢个滑雪嘅，都会去翻北海道。咁啊，今次咧就因为暂时冇电影喺身啦，咁就可以大显身手噶。仔会唔会教下你啲技巧？我教翻转头啦，今次系嘛？今次你教系啦，知道我嘅厉害啦。恭喜发财，鼠年行大运，身体健康，龙马精神，快高长大啊！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，家肥屋润。